自己走完的时候，身边的所有的人都亲的都在梦里边，你要叫一叫嘛，是不是？然后自己就是行愿。当你明白了时候，在每一件事情要明白，不是坐在那儿我们交流的时候明白了，一入事情，就迷失在概念啊，或者这种像里边，不是被像牵引了，就是被概念控住了。每件事情都明白以后呢，你一定会做到。哪儿你做不到了，一定在这儿，你找下来，你卡住了，你不明白了，这块已经，你又不在佛的界地上了，一件事一件事一件事这样子，注意修六度，忍辱，因为人本性上的最难的一个是贪婪，很难放下，所以佛你看，一个是布施，然后持戒，然后忍辱，忍辱放在第三。就是持戒，比如我吃不吃肉，或者有一些东西，我就是，其实这个应该不用太着相吧。有时候我们是很多我们的习气欲望，有时候自己控制不住嘛。有些戒律，我们就有个仪轨，有个规矩，觉得哎呀，我这样做是对的，总觉得有一个规矩，因为他对空性了知的还不是很清晰的时候，说我这样做是对的，佛是要让我们做，我就一直就行了，肯定。不会走错，不容易出偏等等，就是一个保障戒律，就保障你在做的过程中，就是一个规律。但是佛的戒律里边有很多，就是专门讲戒的人，就有的是僧团共同的规章制度，还僧团里边的当时戒了那么多，就是说大家主要有一个，就是共同这样子给我没有出家的人看的。说僧团像出家人嘛，有一个威仪啊，有些，但更多的是在自己习气欲望，太多的时候，有一个就是规章制度吧，有一个依止的东西。我们都是小孩子，就像说控制不住自己，而且戒律不容易让你出偏，在修正的过程中不容易让出偏之间的。不会走偏，就去看看自己，哪一个堵，因为肯定还有很多地，不是肯定了，就是去做到了才知道，就是。是的，做到了知道。就是这样。那戒就是说，就不说刻不刻意了，就是说，往这方面，就是说这个戒方面也要就是。注意戒就是。一般我们只是说杀盗淫妄酒啊这些基本的五戒啊什么去守。因为这个是什么，它是根据人性的东西去制定的，有些戒就是说比如说这个世界有很多的行为，很多行为虽然在每个行为我们都可以戒空性，这个是大乘菩萨应该做的，但是有些行为你还是戒不了的，就一开始对你的迷惑啊，还有你根本的欲望啊什么这些，你还是不可能在这里边解脱的，就是这些行为就是很容易让你去堕到三恶道，去造恶业，所以很容易把你的贪嗔痴慢疑起来。所以他在这里边呢，就是先从舍开始，就是说有时候说戒律就帮助你先离开，就是就像逃避这个火灾一样，先把它舍了。就是你说虽然做个不做，一个人你先不做，你能不能先不做？不做就没不染嘛，是不是？因为有些孩子们你进去就染嘛，你还没有。就像你还没有能力去毒草去，你没有能力吸毒的时候，你就不要吸毒，因为你吸了你就上瘾，是不是？因为你是个人，你的承受力是有限的，你吸了你就会，你不能说是空不二，吸毒跟不吸毒一个样，你进去吸了，吸了你就出不来了。所以很多戒律是告诉你，你很多东西你是不要进去的，你不要碰，你先不要碰，等你成就了，你面前成佛了，神通具足，气脉全部转化了。毒进了身体，你也能转了，是吧？那个时候可能你为了度众生，你去吸吸些，也有可能啊。这个是就像二祖曾经，到了最后，他去妓女院去就逛逛，去待在妓女院，你也不能说他是个不开悟的，他不是，你也得承认他就是二祖，禅宗二祖就是祖师爷，你就不以他做什么形式上来认知他，因为他能做到，你相信他能做到，但我们不行。那是不是我们能做到的时候，自己也知道呢？肯定知道，你都能做到了，哪能不知道？你都不需要别人印证的，因为你心知道。你要不知道自己做个不做一个样吗？你取舍放下，你心动都不动，你都不难受，你也不会说是，而且对空性的了知，你的那个知见一直在这儿，你怎么能不知道？
就像我说那个东西是假的，你说假的我就不吃了，就这么简单的东西，真的就那么明白，你怎么能不知道呢？嗯，佛说这个世界是梦，你就知道梦，而且很清楚的知道是梦，你这么简单的道理，你说你能迷失？是有一个自我在这，有一个认知在这，这个梦这真的是醒过来，就是这样的，是就修这些布施忍辱这些。忍辱也是，是士可杀不可辱，这是人的君子之心。君子是你可以侮辱，你不能侮辱我，你可以杀了我，我都不受这个侮辱，也是很难受的。就是，但佛不是，是要成道的，是要回归生命源头的，不是让你做君子的，就是这样。所以佛不是培养善人的，不是培养好人的，他让你的生命回归的。跳出人道，甚至跳出六道之外看。